这次幸亏四郎在突围后放了飞鸽传书，我们才赶得及接应。我也是按照六郎的计划行事，以防万一，没想到真的遇到了伏击。但是辽军怎么会在途中出手，要带四郎回到宋境才施袭？那还不简单，因为那是回汴京的必经之道，必然在那里埋伏高手，让四郎插翅难飞啊。难不成辽军在宋境有了一批同党？难道说是当日醉红楼的余孽所为？不过这件事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娘，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解白水城之困，否则不单是白水城失陷，恐怕就连整个杨家军都难逃一劫。那你打算怎么做？一方面要搬救兵，另外一方面马上要找出解毒的方法。解毒的方法什么意思？白水城被人下毒，现在病毒蔓延，辽军是想把我们都困死在城里，只要时间一到，全城尽亡。那怎么办？罗姑娘，这个毒跟你之前所研究的蛊毒类似，你可以有找到解毒的方法吗？你认为白水城的人是中了蛊毒？中毒的迹象跟你所说的完全一模一样。我刚研制好解药，也用动物试过，能够成功解毒。真的？那杨家军有救了？大娘，即刻派人通知八贤王，请他尽快安排我入宫，请皇上增派救兵。是。四郎，罗姑娘，你们做好准备，跟我一起入宫。嗯，我真的不知道那些药是否有效。一定没问题的。我真的不知道。你看，我吃了你给我的解药之后，我在白水城里来来去去都没有受到半点的感染，所以没事的。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我认识的杨四郎，高傲自信，独来独往，怎么会放信鸽通知天波府，希望有人来接应你？你知道吗？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连生死也是我一个人的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背负着整个白水城百姓的生命安危和杨家军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所以我不能出任何的差错。真不愧是杨家的男儿，杨家为你骄傲，我也为你骄傲。真的吗？看来你开始融入杨家，重新面对失落的那份亲情，我真替你高兴，希望这场战役快些过去，百姓们也可以跟你们一样，能够一家团聚。崔先生，你说这骨牌里面真的藏着设计之玄机？是的，皇上。那你不妨告诉朕，到底应该触动哪张牌才能解开其中的奥秘？设计如何，全操控在陛下您的手里。难道皇上治理朝政还要假手于人？朕明白你的意思。朕让你们回来，就是要助朕料理朝廷大事。你们赶紧想一想，看有什么方法才能解开其中的奥秘。回禀皇上，微臣以为此骨牌蕴含的是五行八卦之变化。对，这当中定有阴阳一说。照微臣看，它根本就是按星宿排列而组成的。那又怎么样？
你们都不知道是吧？皇上，这崔先生乃是通晓天文地理、阴阳卦象的高人呐，他拼的这个牌局，真是博大精深呐。微臣愚昧，一时难以推断该如何入手，才能洞悉各种玄机。这图中有一个缺口，不管从哪儿入手，都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世间一切皆有天数，也许皇上暂时未能参透天机，这也许正是天意吧。崔先生真是字字珠玑，不愧是先帝都推崇的高人呢。皇上太过夸奖在下。启禀皇上，八贤王杨夫人已在大殿外等候多时。听杨四郎所述，朕感觉情况的确非常危急呀。这辽人已经占领了白水城，而且在水里面投下了毒，咱们得赶快找一个万全之策解决才行啊。属下恳请皇上立刻派兵支援，也准许罗侍女带上所研发的解药，随属下前往白水城解燃眉之急。皇上，虽然说罗侍女已经研制出解毒之药，但此药关系到白水城子民的性命，应由御医鉴定方可确定。嗯，丞相所言极是。这样，传罗侍女、医官院士还有所有御医。民女叩见皇上。平身。谢皇上。罗侍女，朕已听说你为白水城的人民研制出了解药，你能不能把药方告知众人呢？民女所知之药叫伏地龙药方。董太医，你有何见解？回禀皇上，微臣读过古今所有的医书，从未见过，甚至都未听说过，实在要向罗姑娘多多请教。民女之所以用伏地龙药方，除了用些平常的草药外，还加入了各种驱虫药，可以活血止痛，更有驱虫作用。可是白水城的城民是中毒，而不是染了什么虫病啊。你行医多时，总不会连对症下药这种最基本的医理都不懂吧？姑娘医术低劣，连用药也违反药理，看来你还是要多下功夫，多加磨练呐。罗姑娘所用之药确有神效，否则在下在白水城恐怕已经中了辽人之毒了。罗姑娘虽然年纪小小，不过她的医术绝对不在各位医官之下。杨公子对医理一窍不通，天丝护短，是不是另有企图啊？要不就和罗姑娘一样年少无知。皇上，各位御医大人，白水城百姓中了蛊毒，蛊毒中带有虫卵，会沾染人体，在五脏六腑中生变化，侵击人体，让人食不下咽，水难下喉，浑身虚弱，最后吐血吐虫。小女子不过对症下药，医治根本。去虫？你怎么去虫啊？我用夜明砂、使君子、鹤虱、白露为主要药引，配其他香合草药49种。各位既为皇上御医，理应知道用药药道。此方全面，小女子再以酒醋燃之研磨成丸，做解毒之药。罗姑娘的药方虽然全面，但白水城现在被毒物所侵，邪毒积聚体内，当务之急是解毒，怎么能是去虫呢？去虫是针对病源，从根本下手。如果只是用去毒化毒之药，病者身体抵御能力会更差，让病源更容易侵袭患者。不但未能去邪驱毒，病者身体亦难以复合支持，不死则伤，病源难除，伤害更大。难道用伏地龙药方就能让患者抵御蛊毒吗？正是如此。伏地龙药方可以去虫，再加一服其他百草配成的药，中毒之人可药到病除，强化患者体质抵抗病毒。罗侍女一定找人试过此药，才会这样肯定吧？这个却没有。皇上爱民如子，岂能容你一面之词？用子民百姓的性命当儿戏，
拿来试药。微臣认为折中之法是找人试药啊。不用找别人了，就由本王来试吧。要试药先试毒，八贤王娇身玉体，万万不可呀。一人试药实在危险，请皇上弃用此药，待微臣与属下另立新方。解救白水城民刻不容缓，我对罗氏女有信心，就由我来试药吧。皇上，皇上，杨夫人求见。娘，佘赛花叩见皇上，我已经身中白水城之毒，恳请皇上允许我以身试解药。娘，什么？哎，罗氏女，快给杨夫人服解药。是皇上。娘，你觉得怎么样？可能是药力发作了吧，很快就没事的。这药服了这么久，怎么还不见好呢？难道这药真的对人体没有效？皇上，杨夫人的脸色越来越差，只怕罗氏女的药没有效啊。就算不治罗氏女和杨四郎欺君之罪，这枉害一条性命也是死罪呀。皇上，罗姑娘和杨四郎一心救人，哪有害人之心？更何况他们所救的是他的至亲，要比我们任何人更加心痛和着急。启禀皇上，皇上款待之高人，请奴才送来一盏清茶，请杨夫人喝一口，好好休息。那高人神机妙算，没准是他送来的解药啊。回皇上，这只是一杯普通清茶，不是什么解药。你快给杨夫人喝了吧。出来了，娘，吐出来就没事了。看来罗姑娘的药有效了。太好了！你们赶紧按照罗氏女的药方制出药来，送到白水城去。臣遵旨。丞相，臣在。赶紧调动兵马到白水城去营救杨家军。是。看来，这位一定是皇上口中的高人。这位一脸仁厚的人，想必一定是八王爷。崔先生抬举，此牌局像是精心编排过，一定出自崔先生之手。皇侄，快替朕想一想，从哪儿推开这个骨牌，能解开其中的玄机啊？皇上乃天下之君，乃万世万人仰望之中心人物，为何不从中间开始呢？皇之说的有道理，既然这样，不如就从中间开始吧。皇上请稍等。皇上，可以了。
真是太神奇了。原来是乾坤二卦。先生说他隐藏着设计的秘密吗？正是如此。期间也当天时地利人和互相配合。就像刚刚落下的那片树叶，若缺少了它，一切便告失败。哎呀，听先生所说，这果然不简单呢。就好像刚才，到底用不用罗氏女的药，也叫朕取舍半天呢。哦，请问皇上，杨夫人当下如何呀？啊，先生刚才一盏茶，真是点睛之效啊！杨夫人喝了以后，现在已经没事了。哦，她说休息一会儿，还要亲自过来拜谢你呢。啊，是吗？杨夫人求见。参见皇上。参见皇上。参见王爷。快快免礼。谢皇上。谢皇上。师兄。师父，嗯，徒儿跟随你那么多年，为什么师父都没有跟我说过，原来你跟我娘分属同门？如果我早告诉你，你还会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徒弟吗？原来师父是刻意对我有所隐瞒。嗯，现在你知道了真相，是不是该责怪师父了？师父想要徒儿一家团聚，一片苦心，徒儿明白。而且四郎这条命是师父救回来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嗯，真想不到四郎口中的师父原来就是你。我本来只想做闲云野鹤，没想过要收徒弟。就因为四郎是你的儿子，所以才一直把他带在我身边。既然你知道四郎是我的儿子，那这么多年来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娘，你别怪师父，一切都是我固执所致。小的时候，师父把我从战场上救回来，替我疗伤照顾我。而当他知道我是杨四郎的时候，他说要带我回天波府。当时我非常痛恨杨家，于是我就拿了一把刀威胁我师父，如果他带我回来，我就死在他面前。我知道他对杨家充满了恨意，所以不敢随便的把他在我身边的消息告诉你们，怕他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一切都成为过去了，现在四郎和家人团聚，杨夫人又跟崔先生故人重逢，真是值得高兴的事。是啊，师兄，我应该谢谢你才对。你帮我照顾四郎这么多年，现在七郎又去投靠你，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啊，你放心吧，我已经把他安顿好了。他现在每天在山上修炼武功，等到合适的机会，我会让他回来的。你对我们杨家的大恩，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还有我也要感谢崔先生。幸好崔先生及时为杨夫人送来一盏茶，否则杨夫人未替我施药，因而赔上性命，我这样内疚一辈子。姑娘言重了，其实你制的药足以解毒，只是当日夫人想急于证明，以至于气血不舒，无法将毒破吐出来。那盏茶也只是让夫人放松一下，以达疏气顺血之效，根本没什么药效可言的。真的？那就好了，我还在担心为白水城村民所制的药会缺点什么。现在我们只要把药治好了，就可以送去白水城救人了。师父，你会跟我们一块去吗？当然，这也是这次我出山的原因之一啊。师父，你武功高强，有你助阵，我们杨家军就如虎添翼，胜算就多了。这次你主动提出帮忙，我就知道形势严重了。
到底是多年的师兄妹啊，我心里想的是总是逃不出你的眼睛。当年你拜入师父门下，已经精通阴阳五行之术，师父也常常称赞你可以运算天机，我怎么会不佩服呢？还记得从前你每次这样抬举我，都要我答应你为你解决一些难题，而这次也不例外。其实我心里怎么想你应该很清楚。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为人母亲，为人妻子，怎么会不担心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呢？但是关乎生死之事，你知道我向来都不敢轻言。不过你放心，我会倾其所能助杨家军打这场仗，这点请你放心。因为我知道对于你来说，没有比他们更重要的事情了，对吧？谢谢你。今天本王亲自给大家带了一个好消息，罗侍女研制的解毒之药经过连夜赶制就快完成了，而且皇上已经下旨同意本王率领50000精兵助阵白水城。谢皇上隆恩，谢八贤王。相信以此军力再加上这批解药，一定能解白水城之困。王爷，赛花有个不情之请。好，杨夫人请讲。能不能也让我随军上阵？杨夫人，你要亲自去战场杀敌，这……师妹，战场杀敌是男人的事，天伯府需要你，你还是留下为好。娘，你是对援兵没有信心吗？不是，娘亲只是担心你爹他们，所以想亲自前往白水城，早日跟他们见面。王爷，就请你答应我这个请求吧。好吧，本王就答应杨夫人的请求。谢谢王爷。耶律将军，本丞相得将军通风报信，好等老夫能够截杀杨四郎，为我报而报仇。虽然功亏一篑，但老夫还是感激将军。丞相不必客气，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哎，老夫从来不惯欠人恩情。老夫也有一个消息可以回报将军。哦，杨家现在已经把蛊毒解药制炼成功，由八贤王亲自率领50000大军营救被困白水城的杨家军，杨家军可能因此而脱困。军机秘密，丞相能够如实相告，在下无以言谢。杨家是你我共同的敌人，老夫当然会给你方便。其实只要丞相愿意，日后你我合作的机会还很多。耶律将军请别误会，老夫虽然痛恨杨家，除之而后快，但是老夫依然是大宋的丞相，而且老夫已经身居丞相要职，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根本不必再有所追求。丞相的雄才大略非一般人可比，不过丞相不愿意背弃大宋，但也许对谋朝篡位更感兴趣。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夏侯瞻研制出一种可以控人心智，就是服下以后异常勇猛，失去常性，拼死杀敌的药，要我大辽军服下来对抗宋氏援军。夏侯瞻，放下你手中的毒药。我只说一次，我不会白白牺牲我的任何一个手下。按将军的意思，
是不是表明已经不再需要我协助打这场仗了？我只是不想用这种方法获胜。哼，敢问将军，如果将军派兵硬攻白水城，那死伤又会是多少？白水城里的人将会全部染毒身亡，白水城已经是囊中之物，胜券在握，不需要再做无谓的牺牲。哼，听说宋军已派出50,000援军，难道将军真的是胜券在握吗？我宁可与宋军正面交锋，也不愿意用这种方式取胜。杨业口中尽是大仁大义，看他将会死在自己的妇人之仁，难道将军也想步其后尘吗？岂有此理，你敢对将军无礼？我没有对将军无礼，我只是想说服将军接纳我的方式。你试想一下，如果士兵服下此药，那就会变成比平时高出几千倍战斗力的死尸啊。我再说最后一遍，绝对不允许你用这药牺牲我大辽同胞。事情了，你怎么了？哎！啊！哎呀！啊！来！放我！为什么要杀我杨业？因为你是杨业，所以你才要死。这个兵我们受够了，士都的人告诉我们，只要杀了杨业就可以马上拿到解药。混账，我们杨家军用血肉之躯来保护你们，你们居然听信敌人的鬼话，你们理智一点好不好？令郎，别说了，先救元帅要紧。元帅，我们走。爹，您伤势不轻，看来要好好的调养一段时间。这次辽人懂得利用人性怕死的弱点，不费吹灰之力攻击我们，可见那耶律协作战谋略的能力有长足的进步，我们也算是学到了一个经验。爹，你就不要长他人志气了，就算那个耶律协这次的策略会成功的话，我也不会苟同于他这种卑鄙的伎俩。没错，我们杨家军乃正义之师，不像他们那种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杀人军队，要不是耶律协屡次犯我，我才懒得跟他对垒呢。好，说得好，不愧是我杨家的孩子，今天学到了经验，也让你们了解了这么多道理，我这一刀啊算是挨得值得了。爹，这真的值得吗？万一你有个闪失怎么办呢？孩儿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趁杨家军还没有多少人患病的时候先撤出白水城，再做打算。六弟，我们去看三哥药煎的怎么样，跟我出来一下。六弟是无心的。六弟，你别当爹的面说撤军的事，保护百姓是爹一贯的作风，他怎么可能会答应呢？五哥，你想想看，按照现在城里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留下来的话，不但救不了百姓，很可能我们杨家上下都会因此而牺牲。我不是要撤退，我是以退为进。现在半步都不能退，这种做法别说爹，
我都不会答应。哥，别再说了，敌伤得那么重。再说，援军就快到了，到时情况就会乐观起来。你不要擅作主张，让敌伤势再加重。你脸色不大好，没事吧？没事，不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直不平静，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啊，你别担心，过了这个平原，很快就到白水城了。军竟以剧毒来做克敌的武器，实在太艰险。看来城外方圆百里都已经被埋下了毒阵，不能强攻。薛先生，本王想听听你有何高见。司浪说的没错，既然不能强攻，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发掘尚未被敌方施布毒阵的去路。他们的目的只在拖延我们的前进时间，我们越是慢，城里面的杨家军就越是危险啊。如果城内居民都中毒身亡，那整座城不攻自破，实在是太卑鄙了。罗姑娘，你觉得杨将军他们能够撑多久？一旦中毒，不出12个时辰就会病发，带病在身的人最多也只能撑上5到7天，而病人越多，感染其他人的机会就越大。若再拖延，后果就会如杨夫人及四郎所言，不堪设想，要救也来不及。那咱们事不宜迟，争取时间，马上行动。真不知道这些村民在想些什么，就怕到时候他们为了自保又要跟我们动手。事到如今，大家还是小心点。不知道四哥和援军什么时候可以到，我担心等他们来的时候，军中的弟兄都跟这些村民一样。哎，五哥，不让焦将军和孟将军带着兄弟们先走，我们几个留下来等援军吧。你觉得
我们的将士们会走吗？报告傅元帅，关姑娘突然病倒了。什么？关姑娘，关姑娘，你怎么了？我想，我可能染上毒了。振作一点，等四个援军一到，马上就有解药了。我怕等不及了。不许胡说，我不许你死。我关红无亲无故，死又何妨？只是这样死，我实在不甘心。家仇未报，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爹娘？谁说的？谁说你无亲无故？你不是有我吗？就算为了我，你要撑下去，我不能没有你的。无论，你忘了吗？我答应过你，要替你报仇的。你赶快好，赶快好起来，好起来之后，我们去报仇，为你爹娘报仇，好不好？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孟将军，二位将军，我爹有令，命二位带领全体杨家军撤出白水城。现在军中患病的兄弟越来越多，一时又拿不出良方解药，留在这里等于是白白送死，不如先行撤离，再做安排。撤离？二位将军，事不宜迟啊！柳郎，爹，你在干什么？爹。孩儿这么做并不是贪生怕死，孩儿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作为一个军人就应该轰轰烈烈地死在战场上，而不是等在这里被困死，所以孩儿擅自替爹做了决定。你知道你这么做不但侮辱了杨家军，也伤害了我跟所有将士们之间的情谊。元帅，爹，您的伤还未愈合，别太激动。辽人用此卑鄙的手段害我杨家军身陷白水城，进退两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身为你们的元帅，却不能保护你，是我对不起大家。想天下，谁无家庭，谁无父母，谁无儿女？杨爷不想，也不愿意勉强你们。小儿六郎，今天既然提出了弃城逃亡之道，我也只有这么办。现在我把城门打开。想把命留给杨业的，杨业放在心上，一辈子感激；想要离开的，也不必勉强。杨业奉上2两白银作为军饷，便感谢。
多年来跟杨业并肩作战的情谊，在杨业眼里，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兄。至于我杨业，各位请放心，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你们也一定会看到，我会站在白水城的城墙上，替你们守住这扇门。开门。怎么说？